大家好，我是美丽莎。我上一期讲了一些奇葩德国人的故事，好像大家都比较喜欢。那么我们就接着说，今天我们来讲德国奇葩房东的故事。第一次见到这个奇葩房东，是我们当时约定看房的时候。我们当时因为工作来到这个城市，最重要的事情当然是租房了。之前我们也看了几套房子，房子都比较满意，可是最终房东都没有选我们。当时这个城市的房子应该说是特别的难租，每一套都有好几十人来看房。我记得我们看的前面一套一共有50多人来看房，在我们参观完以后，那个房东告诉我们，我们已经排进了前3，就是希望很大了。可是我们最终还是落选了，于是我们就有机会认识了这位奇葩房东。他的这个房子呢，是一栋别墅小楼的底层，带一个小花园，一共90多个平米，4个房间。在网上看的照片感觉不是很新，但是也可以接受。由于花园当时对我老公特别有吸引力，于是我们就来了。见到这个房东的第一眼，感觉他应该是一个很朴实的老人，他的穿着很朴实，说话也很有礼貌，总之第一印象还是不错的。我们看了一下这几个房间，状态真的比想象的还要差，就是多年失修的一个房子，地上铺着比较老式的地毯，窗户呢也是以前的那种木质窗户，而且漆都要掉光了。卫生间里也是一个很旧的马桶，而厨房里也什么都没有，总之感觉就是太旧了。然后房东又带我们参观了一下花园，花园还是很不错的，房子的前后都有，前面是我们可以使用的，有大概300平米吧，而后面的花园种满了各种的果树，樱桃树、苹果树、梨树等等。我们虽然不能在这个后面花园里种东西，但是出去散步还是可以的。后面的花园特别大，有至少1-2000平米了。我们还看见了可爱的兔子和松鼠。也就是因为这个花园，我们都有点想住在这里。但是这个房子毕竟太旧了，住之前必须要重新装修一下。于是我们就跟房东商量。房东跟我们说，他最近的生活比较困难，有一大堆的债都等着他去还，而他也等着靠这个房子收租金呢。在交谈过程中，我偶然看见了房东那破旧的衣服，破了一个洞，在袖子上还有2处补丁。看他说着说着眼睛都有些湿润了，我当时就产生了怜悯之情，真的觉得这个老人怪可怜的，肯定也没有能力再维修这个房子了。于是我们和他说，如果您能把这个房子租给我们，我们愿意承担这个房子一部分的维修费用。他用感激的神情看着我们说，太好了，真的很高兴遇见你们，这个房子肯定会给你们留下的。他说这个房子可以完全按照我们的喜好来装修，最后他会返还给我们一半的钱。而且由于我们两个人都要工作，所以我们什么时候装修完什么时候再入住，这些都不是问题。由于当时我们找房子真的有点找烦了，所以当时这个房东能马上答应下来，让我们两个都有点欣喜。何况我们都觉得这个房子的花园是一个大大的亮点，所以我们当时就马上跟房东达成了口头协议。
于是就开始了我们漫长的装修过程。我们开始买材料，找工人，最终在3个月以后，这套房子变得焕然一新。所有的墙面、地板、厨房、卫生间都被我们换成了新的。大概一共花了5000多欧。我们入住之后，偶然遇到楼上的那一家租户。谈话中，他们聊到对房东很是不满意。那时我们还不太相信他们说的话，觉得房东是一个那么善良的老先生，肯定是他们自己的问题。过了没多久，我们就收到了房东的第一次账单，上面写着让我们交付当月的租金，还有前3个月入住前的租金。也就是说，我们装修的这3个月也是必须要付给他租金的。我们当时就知道我们又遇到极品了，不但之前没有谈到装修期间要付租金的问题，而且我们在这装修的3个月间根本就没有入住，而且还搭了5000多欧元进去。这个人的脸得厚到什么程度才能管我们要这装修期间的租金呢？总之，我们是被这个老先生当时人畜无害的样子给骗了。太容易相信别人了。总之，我们输了，老老实实地交了这前3个月的租金，每一个月的冷租是将近900欧元。这个房子的取暖是用油的。我们在入住的2个星期又收到了一个账单，是近3个月以来他加的油的费用，一个是800多欧，一个是900多欧，还有一个是1200多欧，一共又是3000欧的费用。当然，这个是他加的油的费用。房子里的每个租户按照面积大小均摊的，并不是说每月的用的油的费用。账单里写明了他是怎么计算的，由于他的算法太复杂，我们根本就弄不明白。想着这总之是预交的钱，于是又乖乖的把钱付了。我长话短说，后来大家也可以想到，房东没有履行他的承诺，返还给我们一半装修的费用。于是我们加入了当地的 Mietverein， 中文叫租房者协会，准备找那里的律师咨询一下。那里面的律师都是精通租房法律的，应该比较专业吧。我到了那里，前台的人问我的个人信息，就是姓名及住址等等。我刚说出我的街道名，工作人员都相视而笑，对我说，你不用说了，我们知道了，又是他。他们告诉我，这里面一半的会员都是这个房东的租户。在咨询律师的过程中，那个律师告诉我，我们这个房东很狡猾，租过他房子的人几乎都来过这个租房者协会咨询，想找律师告他，但好像至今几乎没有人能赢。他所有的租房条款几十页都是用手写的，而且字迹故意写得很不清楚，没有人能读懂，而很多没有经验的租房者也不会去细读这些条款。像我给他带来的房子加油的账单，他们作为律师，作为德国人，也根本看不懂。反正最后这次咨询没有什么结果。后来我楼上的邻居要退房，跟他打官司，因为前后多付了6000-7000欧元给房东，他们希望把这个钱要回来。邻居两口当天穿得整整齐齐去法院，而房东当天却穿得破烂不堪，又穿上了有补丁的衣服，而且全程低着头，眼睛里含着泪花。所以最后房东又赢了，他赢得了法官的同情。法官觉得是我邻居这对中年夫妻欺负这位可怜的老先生。忘了说了，我这位房东一共有200多套房，在我们这个城市是当地小有名气的大富翁。
而他这个人却极为勤俭。我给大家说几个例子，比如说他家没有订那个纸垃圾的蓝桶，而混合垃圾的黑桶也订的是最小的。虽然没有垃圾桶，但是不能不扔垃圾呀。他会怎么办呢？那就是在收垃圾的前一天晚上，当他所有的邻居把垃圾桶都推到路边，等天渐渐黑了以后，我的这个房东会偷偷摸摸地出来，带着他们家攒了好几个星期的纸垃圾，有时候还有混合垃圾，去扔到各个邻居家的垃圾桶里，一家一家的走，一家一家的扔，看谁家的垃圾桶里还有地方，就是为了省那么一点垃圾桶的钱。开始是我们楼上的邻居告诉我们的，他们还曾经录下来。知道这个事情以后，我就注意了一下，还真是，每当收垃圾的前一天，天渐渐黑了以后，你就会发现房东的身影穿梭在我们这条街道。有的时候垃圾太满了，他还要站起身摁两下。对于一个70多岁的人来说，也挺不容易的。我们这位房东的勤俭也是出了名的。他虽然有200多套房子，但是每年只度一次假，而且必须是开车出去。为什么要开车出去呢？因为车子的后备箱会被他塞满各种各样在德国超市买的食物，这样就可以省下在外面餐厅吃饭的钱了。而且每次度假不超过3-4天，这个习惯几十年都不变。这么有钱的人都这么节俭，是不是值得我们学习一下？总之，后来住过房东房子的租户都受不了房东的欺压，而早早地搬了出去，大多数都买了房。那时的德国房价比现在可是便宜太多了，所以我们都应该真心地感谢这位房东。如果不是他，我们可能会一直安安稳稳地租房，至少不会几年后就买房。所以这么算下来，这个房租的值。大家觉得这个房东算很奇葩吗？欢迎在评论栏给我留言。我们下期再见。